想走过的时光轻轻哼唱，原来生活也不寻常。经历过了多少情雨风光，岁月依然安详。行啊，志挺啊，没想到你篮球打那么好呢。当初我爸跟樊丽萍在他们单位里都是篮球队员，我小时候个子长得高，也爱打。后来工作之后啊，也没什么时间再打球了，打打球还挺开心的。怪不得呢，童子功啊。你说这么多年我怎么就不知道呢？你还有什么特长是我不知道的？知道的事儿多着呢。比如说，比如什么？比如啊，睡觉了吧？聊聊呗。跟你有什么可聊的？除了海洋，没别的说了。那恐怕不行吧？咱爸能不能聊？能聊吧？志东、志祥、志玲，倪叔、董春香，还有志东那前女友，那初恋女朋友，她叫什么来着？庞文静。你看，你知道都比我清楚。有这么多事儿，这么多人可以聊呢，是不是？再说聊聊天儿也是对你紧张的工作一个调剂嘛，对不对？再聊会儿。行了，睡觉吧，明天还有手术呢。哦，对对对，明天还有手术呢，那就改天聊啊。东哥，班儿我给你排好了，白天一天够不够？足够了。行，那这回好机会，咱拿下。这是我们一些高管同事一块写的关于战略报告的一些想法，
你是我们的召集人嘛，所以第一时间就发给你了。这老崔不是让我们都献计献策吗？作为高管，我们不得积极的响应号召。不过我们都觉得这可能真的是一个契机啊，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又整天唧唧歪歪的人，终于有机会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 professional。记住我们的校训 ：Knowledge change destiny。嗯。东哥，加油啊！走啦！董老板，志婷姐。志祥排了好长的队，让我给你送过来。跟志祥说，我以后想吃什么会自己去买，让他别麻烦了。附件里面是志东的建议书，我先不做评判，发过去给你过目。有想法的话，我们随时沟通。早点休息。其实这次是志祥让我来找你帮忙的，他觉得两个女人之间沟通起来比较容易，想让我求你去劝劝曾大爷，让他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。嗯，其实坦白的讲啊，我知道我不是志祥结婚最好的对象，我结过婚，年龄也比他大。不管在任何人眼里，我们两个其实都是不合适的。行了，我明白。嗯，你刚才说的这些呢，其实确实是我爸的想法，但是我的想法跟他不一样。说实话，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不好的。结过婚，年纪大，这都不能说明什么。是想喜欢你，肯定有他的理由。当年我跟邢小平结婚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很看好，觉得我们特别般配。这十几年来，我们也确实一直是他们的标杆儿、榜样，但最终也是离了。志祥现在很喜欢你，这点我是很清楚的。但是他真的太年轻了，性情又不稳定，做事又冲动，以后你们真的结婚了，你们的婚姻能走多远？幸福的概率又有多大呢？一旦最后又是离婚，那不单只对你们两个人，甚至是对两个家庭都是很严重的伤害。其实同为女人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万一有一天志祥辜负了你，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其实我反对你们在一起，也不单只是保护志祥，我也是想保护你。其实青春留给我们女人的时间并不长，我希望你不要把它浪费在不确定的事情上，也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我不知道我这么说，我说清楚了吗？清楚，志婷姐。
这么看来，从并购重组到现在，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的工作，都是事倍功半，甚至连一半都不到。啊，我的认知是这样的，并购重组不会立竿见影，效果显现呢，它有滞后性，特别我们还是服务行业。但是现在，并购重组所导致管理上的问题，已经显现出来了。你是不是对新的管理层有什么偏见？啊，庞总，并没有，我只是很客观在看待问题。海归高管们都觉得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经验丰富，但是他们对于国内的市场了解多少？毕竟国内这十几年以来，酒店服务行业发展是突飞猛进，就不像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。你能别提我们吗？哦，不好意思。我挑重点吧。目前呢，我们过于依赖集团总部。我举个例子，在宣传促销手段上，照搬国外的经验，物料直接翻译过来就拿来用，这些问题都需要看到。这些你在文件里面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还有其他的要阐述的吗？没了。咱们今天的谈话，我希望保密。我一定做到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那我，我那个值班去了。那好。莹姐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文件收发记录上，你是签过名字的。我是签过名，可是我签完名之后，我就把这个文件放在公文车上了。可是，他现在去哪儿了？整个公司的劳资档案是绝对保密的，这么重要的文件你就随随便便的丢到公文车上，这个文件一旦丢失，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？不知道。这件文件如果丢失了，谁也帮不了你。爸，你这写信呢？没有。发言稿。海洋这次模拟考试考得不错，进步很大。他们老师啊，让家长在年级会上做个报告，我得准备准备。这可真不错，海洋没受啥影响，学习还进步。耀平，这我得谢谢你。爸，这不是我应该的吗？海洋是您的心头肉，也是我的心头肉啊。那家长会，是不是得家长都来呀？老大知道吗？我跟志婷说了。但他实在太忙了，又得做手术，又得写报告，估计很难抽出时间来。不过志婷啊，没事就过来陪海洋做功课。你就不用替他解释了，就是人太好。行，那你去，你跑车去吧，我接海洋带他吃个饭。哦，啊，行，啊，那我走了吧。啊，你忙你的啊。庞总。庞总，我们都是大老板从国外叫回来的，不远万里的回到国内，没必要闹这么僵吧？啊！哎呀，又有事儿了。你能不能认真的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呢？高层会议刚刚结束，这是庞总提交上来审议的报告。这里面啊，将你的思路和想法都得以了体现。这对庞总来说太不容易了。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这份报告就会在我们酒店上下流传开，议论肯定是少不了的。那些老员工一定会觉得庞总不是自己人，外来的和尚把经念歪了。而那些高管们呢，已经跟庞总干上了，觉得庞总背叛了他们，被我们同化了。师傅，这是刚刚发生事情吗？
庞总这么走，实在太不容易了。严主管，实在是抱歉，我知道是志玲的问题，她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，实在是不应该。但是我想冒昧再问一句，能不能再给她一次机会啊？这件事情啊，给公司造成了很坏的影响，而且影响到我们整个行政部门 KPI 的考核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志玲她还在试用期。前一阵子刚接受了公司的处分，现在又出现这样的事情。是，我明白明白，我也理解。但是我作为她姐姐，你俩就别说了，我接受开除。曾志玲，你别说话。您说。其实呢，我一直想找机会跟志玲的家人沟通一下。我知道这份工作对志玲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对你父亲来说也非常的重要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份工作真的适合志玲吗？不适合。志玲。据我所知呢，志玲以前是自主创业，不管业绩做得怎么样，她也是在社会上拼搏过的。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她这个性格呀，真的不适合这种朝九晚五的工作。她直爽、热情、大大咧咧，跟个男孩子一样。作为姐姐，你是不是可以仔细地帮她分析一下她的个性，她的这种性格到底是适合打工？还是适合创业。性格决定命运。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，成功的关键是找一个跟自己性格匹配的工作。其实我跟志玲接触的时间不长，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希望可以给你们姐妹俩一个参考。非常感谢袁主管，我会回家后好好考虑这个问题的。那行，那就不打扰了，我带志玲回去了。好，再见啊。心情也不好，几个刚来的海归对他挺有意见的，都告到集团总部去了。别瞎传这个。以后啊，你跟戴总关系一定要改好，毕竟是你顶过上司，多汇报汇报没坏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东哥，什么叫以后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怎么有点告别的感觉？哎呀，我就这么一说。哎，我干活了，你忙去吧。行。Welcome. Thank you. 需要我帮你叫个车吗？不用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走一走。我听说集团总部那边，听说的事情没有必要跟我提。你只是一个门童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。这是我的忠告，也是警告。抹茶味的。行了行了，你慢点吃。我真是服了你了，曾志玲，你无论什么时候都能这么没心没肺的。你跟我说说你打算怎么办。创业呀。创业。嗯，你快算了吧啊，听我的，你今天开始呢就住我家里，跟爸说你出差去了。我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咱爸现在回老宅了，以前还有个邢耀平能照顾他，现在呢身边没个人陪不说，他也得照顾你跟志东志祥，我可不能让爸再受刺激了。你呢，白天出去找工作，晚上回来住我家，就这么定了啊。我还是就住老宅吧，我白天照样出去找工作。
晚上我再回去住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不行，就你那性子我太了解了，你天天在爸跟前晃来晃去的，你被开除这么大事儿，你觉得能瞒得过去啊？哎呀姐，我求你了行不行啊？我一定能够瞒住咱爸的，你放心。你这又不要我创业的，合适我的工作哪有那么好找的？我要是一个月我都找不着，我一个月都住你家里啊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给我一周的时间好不好？如果我一周以内我还没有找到工作，我就直接住你家里，行不行？拜托啦。真的好了。姐你快尝尝，特别好吃，真的。从并购重组到现在，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的工作，都是事倍功半，甚至连一半都不到。那些老员工一定会觉得庞总不是自己人，外来的和尚把经验歪。而那些高管们呢，已经跟庞总干上了，觉得庞总背叛了他们，被我们同化了。这对庞总来说太不容易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有行李吗？啊，有。好的。您把包也给我吧，我可没小费给你。您放心，不收小费，也为您服务。真的，真的。来，您是要办入住吗？是啊。行，我带您进去。你们酒店还真不错啊，本市最好的酒店。你们酒店的房型啊，房型有很多种，随您挑选。哦，那像我这样上的年纪的人有没有打折优惠啊？集团规定80岁以上的长者有优惠。那你看我像不像80？您这50吧？十几年前50。哟，那真看不出来。你在酒店工作多久了？啊，十几年了。十几年一直干门童。先生您好，先生您一位吗？哎，我一位。带着客人入住。好嘞，来，咱里边请。好，您请。再见。再见。谢谢你小伙子。不用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祝您入住愉快。这边先生。哟，老爷子，这么巧啊！你好，你好，小伙子，游得不错呀。门童也要锻炼锻炼吧。东哥，喝点饮料。哎，啊，谢谢。啊，有什么事叫我就行了。好嘞，你去忙吧啊。啊。小伙子，你说自己是门童，我看你这像是高管啊。老爷子，我在这酒店干了十几年了，早就看到高管了。有件事办砸了，一棍子打回了门童，得罪领导了吧？嗨，小伙子，来来来来来，坐，跟我聊聊。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你，那你可不，咱俩干一杯，咱俩干。咱有什么好聊的？干一杯，干一杯。我爱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。行啊，反正我今天休息也没什么事儿。我呢打算干完今天我就不干了，我就打算游个泳，蒸个桑拿，吃个自助餐，把我这十几年来没享受过的福利待遇全部自费享受一遍，我就去提辞职报告了。不干了？不干了，干不下去了，公司管理上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哎，那就说来话长了。你说的具体一点。那这样，我给你列几条，您听听，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好不好？都得让保洁部门再检查一遍啊！去忙吧，强哥。哎，赶紧送行李去啊！又要说什么？强哥，听说东哥又要辞职啊？一天到晚就知道道听途说，我都不知道你们这小道消息从哪儿来的。
忙好工作比什么都强，别瞎想了。强哥，这次东哥可不能再留好了。您看啊，眼下咱们酒店这些老人里，也就东哥能当个带头大哥了，您说是吧？是啊，强哥，东哥要是走了，咱们可就彻底没有主心骨了呀。这话要你俩跟我说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再说一遍啊，这事儿没有的事儿，不可能。你们一个个只管忙好工作，比什么都强。特殊时期别给别人抓着小辫子，知道了？嗯。散了，散了，散了，赶紧忙工作去。问题还挺严重啊，还有更严重的呢。最严重问题在总部，不深入基层。我举一个小小例子，我们打个报告过去，三五天没有任何回复，这叫管理吗？这让酒店怎么经营？我吧，打算是从门童重新干起，重新起航。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了，因为酒店照这么管理下去，一点希望都没有。辞职？就凭你这本事？到哪儿都能干得好。哎呀，只可惜呀，我不是个开酒店的，要不然准得把你挖过来。行啊，老爷子，那我就等着您开酒店啊，一定要挖我啊！我就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走了，等着你开酒店，我给你当门童啊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咱们一言为定啊。好嘞，再见啊，老爷子。再见。各位家长好，去年我们的学生在自主招生这个领域，他的录取率是11%，达到零志愿投到分数线的达到33%啊，总的高考录取率呢是在95%，从我们全市的情况来说呢，我们学校基本上可以排在前10名。今年，我们估计今年的中考成绩会好于以往的任何一年。下面，我们就请我们优秀学生的代表李广的家长来介绍经验，大家欢迎。爸，你快点儿，真的快开始了。你好没好啊？哎，老爷。你，哎呦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爸呢？我爸拉肚子了，昨天的剩菜他非要吃。那他吃药了没有啊？他说他吃了，可我怀疑他没吃。出来了。怎么样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，有点拉肚子，稿子给我。真行，那现在能坚持，能坚持，能坚持，该咱们了，走吧。让我缓缓。又怎么了？还是不行啊？那个，请邢海洋的家长做好准备。怎么办呀？这个要你去吧。不行，爸，我什么都没准备。哎、这不有稿子吗？现成的，照着念。妈妈，您去吧，这么快到我们了。去吧，去，快鼓掌呢。对呀、啊，对、啊，没事，快走。哦、维尼到底行不行啊？没事，爸你也进去吧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好，下面我们有请优秀学生代表邢海洋的家长介绍经验，大家欢迎。尊敬的校领导，尊敬的各位老师，家长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初38班学生邢海洋的父亲。母亲，很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发言，不敢说是介绍经验，只能简单的谈一些作为初3家长的体会。教育孩子没有秘诀，就是全身心的陪伴。但是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，我是一名医生，平时工作时间很忙，一忙起来就没有准点。为了在生活上多照顾他，在学习上多督促他，给他起到一个良好的表率作用，我尽量减少我的工作量。孩子不爱读书，
一定是家长没有做好引导。身教永远胜过言传，陪伴一定强于说教。为了培养他的阅读习惯，我也捧起了十几年未曾看过的书。书本，跟着他一起学习，和他一起进步。孩子功课忙，我就给他安排适度的游戏，帮助他缓解压力，也能锻炼他的自律能力。孩子的每一次进步，每一次挫折，我都看在眼里，第一时间给他加油，第一时间给他鼓励。孩子的妈妈当年是全市的高考状元，是当年全市高考状元。跟大家说声抱歉，我刚才念的是孩子的父亲写的发言稿，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今天变成了我站在这里。我想说，作为孩子的妈妈，我确实为这个家做的太少，我检讨。其实参加中考的是孩子，也不只是孩子。孩子在考试，家长们也在过关。中考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，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。所以我特别感谢我孩子的父亲，还有我孩子本人，他们给了我太多的体谅和包容，谢谢你们。在这里我也想跟各位家长说，请你们放轻松，多多相信自己的孩子，鼓励自己的孩子，他们一定是最棒的。最后也祝愿初三八班的所有孩子们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，并且享受学习的过程，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成为你们想成为的人。谢谢大家。那就这样，拜拜。老四啊，说晚上要一起吃饭，谁倒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要说？那你去吧，我去找我姐去了。你姐？哎呀，你别担心了，那我亲姐，我有什么不能跟她说呀？我走了啊。完事打电话吧啊。好。你说这老大？菜都点齐了，人走了，估计是医院有什么急事儿吧。他这工作不就这样吗？没个准儿。你这么做这不浪费了吗？咱们吃咱们的。哎，爸，你这肚子好点了没啊？我感觉好多了。反正你妈一上台讲话，我还真就不疼了，真挺奇怪的。你老婆成偏方了这是。哎，你别吃油大的啊，听见没有？你就吃点这个，不带油的，就饼边什么的。我主要怕浪费。那你也不能吃油大的，你就这你吃进去就咔嚓又出去了，就更浪费。那薯条我可以吃吧？薯条这个行，那个油炸的。还让你多吃点啊。
尽快落实啊。嗯，好的，董事长。应该会在咱们平时会上。这么快？辞职报告。老爷子，什么老爷子？这是咱们董事长。哦，董事长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酒店前任的房屋总监，现在的门统领班，曾志东。我知道，我已经看了他的履历了。早晨你跟我聊，你说如果我做酒店生意，你一定去给我做门童，是吧？等着你开酒店，我给你当门童啊！是我说过的话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做酒店生意了，我可是做了一辈子酒店生意了，不是一时半会儿。你说的那些话，有些是瞎说的。那你瞎说的话还作数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继续让你做门童。庞总，任总，刚才咱们开会，你说了国际品牌本土化运营的事，我就在想，你一定是缺少了一个得力的助手，这个人选我已经找到，就是你了。你不是说要辞职吗？我同意，辞掉门童的工作，给庞总做助理。庞总，你没有意见吧？嗯，按照相关的制度，这个人事任命需要崔总同意。哦，董事长都同意了，我当然没有意见。好好干。哦。说实话，我仍然不觉得董春香是最好的结婚对象。不接，你怎么也来？你听我说啊，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反对你跟董春香在一起了。我也会劝咱爸，让他考虑你的选择，尊重你的选择。真的？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你说姐。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能伤害爱你的人。董春香是爱你的，你不许伤害她。咱爸志东跟志玲都是爱你的，你也不许伤害他们。那没问题啊。你说你啊，小时候跟个小尾巴似的，天天跟在我屁股后边转，现在怎么突然间就长大了，都该娶妻生子了。挺好的，姐高兴。当初我跟邢耀平结婚是得到了所有人祝福的，但结果呢，你也看见了，还是离了。所以呢，结婚是人生中一件特别大的事，也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点。姐真的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再做决定，不要因为自己年轻冲动就由着性子来。行，那我回家了。嗯。干杯。嗯，你不会是想创业吧？
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职场生活啊，我算是对我自己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了。我，曾志林同志，我绝对不是那种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的坐着，手里拿着一份死工资，然后一眼能够看到未来的人。真的，你说我做的再好，我做的再好吧，我也无非就是一个一流顶级的前台而已。可是说到底了，我还是一个前台啊，啊！可是你别忘了，你爸还是希望你稳定下来。所以说啊，咱们要先斩后奏。你可没看见那场面啊？校长亲自宣布，请优秀学生代表邢海洋家长上台，底下就鼓掌，可热烈了，啊！要评就上，不是，志婷就上去了。哎呀，可有面了。那志婷发的言？是啊，要评不是写的稿子吗？这不临时不是出了点岔子吗？志婷就上去念去了，念的可好了，啊，我特别的欣慰。不瞒你说，有的地方都给我感动了。我就觉得心里头越不是滋味，挺好的两口，离了，也是，挺好挺好就离了，可不是。但是这事儿呢，我倒是挺理解志婷的。你说一个女人受到这样的打击，她心灵的这种创伤，你可能是做男的，你说体会不到。是，其实你说的我都明白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跟你说心里话，就是我希望他俩复婚的这个念头一直都在。啊，我知道。特别是今天，海洋他们全年级的学生家长一家一家的，你说他俩站一块儿，这一家三口谁能看出来是离婚了呀？你说是现在孩子那个中考了，关键时刻你瞒着，那说好就高中了吧？高中三年，也是关键时刻呀，准备上大学，那你瞒不瞒？你再瞒三年，你还不如就复婚了呢。复不复婚不是你说了算，你得听他们孩子们自己的感觉。那倒是。你不要觉得就是你亲手竖起的标杆榜样，不能有任何撼动。天王，你这一说话就戳到我这点子上了。我这是心里话，我没跟别人说过，这不是跟你聊天吗？说着说就给你叨叨。我这不也一直认真的听你说的吗？没错没错，都说了无数遍了。你要换个话题，先换换。咱们明天爬山还去不去了？去啊！你说好的怎么不去呢？去。或许有风雨的时候。但乌云过后，那阳光更温柔，而那些矛盾和烦忧，在和解过后，就让它随风远走。回忆里苦乐悲喜，酿成一杯酒，生里岁月迁徙，一起往前走。走过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，我们也在慢慢慢慢的长大。我终于懂得从前没懂的话，字句都是牵挂。走过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，我们也在慢慢慢慢的长大。我终于懂得从前没